看这一题，他说在一定温度下，先后敲击甲乙丙呢30英差，在同一个位置分北侧的空气中，三声波那个振动位移对时间关系，这个是时间。然后呢，两格是多少呢？是0.01秒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则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看一选项，甲波响度最小，音调最高，声速最快。甲波响度最小，这是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振幅最小。音调最高，音调则是频率啊，频率呢哪个最高这个最高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什么，这个是周期嘛，这个是两个周期啊，也就是说它那个在一个周期里面一个周期里面的话，它用的时间最小的话，代表它频率越高嘛，它振动比较厉害，振动比较厉害就是说它的那个频率会比较高，这个频率呢大于这个了，所以丙的频率最高了，所以这个就错了。声速呢，三个都一样，因为它们是在同一个介质嘛，空气是用同一个，所以呢，也不对，所以呢 ，A 选项只对一个，所以这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B 选项，乙波响度最大，这个乙波跟丙波两个响度是一样，因为它振幅是一样的，这也是不对的。音调最低，音调的话最低是甲。所以也不对，声速最慢，这个也是错，声速三个是一样的。再看 C 选项，丙波响度最大，丙波跟乙波响度是一样的，所以这是错的。音调呢最低，音调最低的话是甲，三声速相同，这个对，所以呢 C 也是错的。再看呢 D 选项，甲波响度最小，这个对。音调最低，这频率最小，这个对。好，三者声速相同，这个对因为同一个空气嘛，所以 D 选项是对的，全都对。所以呢，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